是啊，动作特别好，而且他反手，他反手是右腿，这个接发球立刻回转，尤其他这个球，他发转你看，这个球你自己放下来这个时候一定要拉稳，打起来还是围绕着中间斗球，那反手就给他有点转，注意点球，就按这个战术打一点没问题，特别好，你这再放松点，再随意点，啊，好吧。